大家，我是老岛彪哥，现在已经是中午的这个2:40了，从早上9点多出门啊，到全部都往饭网啊，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还没吃午饭。今天是出来外海捕鱼了，然后潮水比较大，准备要到晚上的6-7点钟再过去拉网啊。船也是停泊在这个小熟悉的小岛附近，然后现在是准备先做个午餐，吃完午餐休息一下，差不多时间到了就要去拉网了。船也是停泊下来了，但是今天比较累，就不钓鱼了，先休息一会吧。休息了2个小时起来，太阳也是即将下山了，看一下是差不多准备过去拉网了。停泊在这个位置的小船还是挺多的，好了，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就出发了，希望今天鱼货多多吧。已经是下午的6:20，太阳也是准备下山，我们把机器启动了一下，然后就准备过去拉网了，希望接下来鱼货多多啊。准备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，第一个网是小网，而且这个网比较长，希望鱼货多多吧。而且今天的渔网是由11个网友联合起来承包了。先拉一号网啊，一号网先上来一条小波皮鱼了，这才刚拉网，刚拉网就有鱼货，是个好的开始，而且鱼货连续的来，感觉应该挺不错的。莺歌鱼啊，各季节的莺歌鱼还是比较少的，价格也是比较一般，价格大概是30几块钱到40块钱之间。天气回暖啊，小波皮鱼的数量开始多起来了。虽然数量多，但是价格还是没有变过。一条大泥猛啊，还有一条刺吞鱼，而且这个网才刚开始没拉多久。真雕啊，这条真雕也不大吧，应该也就7-8两。一号网的鱼货还是挺多的，这种小真雕的价格相对来说就要便宜一些啊，一斤大概也是30-40块钱吧，大的真雕就要比较贵了。一号网的小波皮真的是挺多的，拉到现在还一直在上鱼货，看来一号网注定也是不会亏本的。啊哈，来了两个大刺豚，好大的两个大刺豚啊，但是属于河豚鱼科的，都是有毒的，所以不会处理的就不要吃这种啊。居然来了条小红斑啊，虽然小啊，但是也是挺值钱的鱼货啊，看来一号网的运气不错，恭喜这个网友啊。一号网的挺漂亮的这一条啊，再接再厉。这边也是连续的在上小剥皮，这一下子一号网的小剥皮应该是挺多的了，应该至少也要上个3-4斤的这个小剥皮鱼了，还算是挺不错的，继续上吧。
好了，一号网也是拉完了，有半筐的鱼货吧。剥皮鱼够多，还有一条小石斑啊。二号网先上来一条超大的小剥皮鱼啊，挺大条的。最近的剥皮鱼都是非常的大条啊。后甲鱼啊，二号网也是在开始上鱼货了。光赏鱼我们就把它放生了。我去，这条小剥皮成精了吧，这么大条，要8两多了吧，很少看到这么大的。大英哥，大英哥，这条英哥估计不止2斤，超级大。大英哥的价格一般都会比小英哥好卖一些。哇，后面却是两条英哥鱼连在一起来。二号网的运气也是非常的不错啊，连续的来着这么多鱼货了。二号网这样子已经是不亏了啊。胖大星，胖大星，这种胖大星我们这边没人要啊，把它放回大海吧。海里鱼啊，二号网的鱼货是越来越多了。今天泥猛鱼的数量还是比较少的。今天暂时还没有大红斑上来啊，大龙虾呢？不是一般我呼喊什么少就来什么吗？看来今天是不灵了啊，就一直来这种小剥皮而已。还有好几条鹰哥鱼啊，其他的鱼货都是比较少的。二号网也拉完了，鱼货也是小半筐吧。四号网的鱼货就要比一号网多，但是一号网有一条小石斑，四号网鹰哥鱼比较多。月亮也是升起来了，三号网也是先上小剥皮鱼啊，看来是跟前面两号网是类似。泥猛鱼啊，今天的泥猛鱼数量是真的少啊，小剥皮比较多而已。但是之前的货是暂时还没有遇到，看来下面的网要去龙虾窝放了。还拉了一会啊，三号网的鱼货也是挺多的。今天第二多的鱼货就是鹰哥鱼了，刚开始还说它数量比较少呢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一条海红斑啊！这条海红斑就1斤了啊，运气开始来了，恭喜三号网的这个网友啊！三二网的鱼货也是真的多哦，看来今天网友承包的渔网鱼货都是挺好的。好的，三号网也就拉网了，也是要半筐的鱼货。四号网也是开始上鱼货了，鱼货多多啊。而且今天鱼货的种类也是挺多的，这里还上了一条西公鱼，也是才拉了一会就这么多鱼货了。今天这些网都是挺不错的，前面三个网的鱼货都是只赚不亏啊。
而且四号网这边也是在连续的上鱼货，估计也是不会亏啊。哇，这条剥皮更大，这条应该要一斤了。天哪，这么大的小剥皮鱼，应该叫大剥皮鱼了。然后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，也是要半筐的鱼货。四个号的渔网都是只赚不亏，不错。看到大家承包的渔网收获，我也是特别的开心。第一个网是拉完了，第一个网收获不错，上了好多条这个小剥皮鱼，还有鹰钩鱼，小石斑也上了有三条啊，尼蒙鱼也是有好几条，收获还挺不错的。然后现在过去拉下一个网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。我是南澳岛彪哥，大家记得关注我看下一个网精彩的视频哦。